大家好，我是曾宇谦，非常荣幸这一次入选第二十九届金曲奖的最佳专辑。那其实这一张专辑，不管是跟我合作的钢琴家，还有录音师，我们都是非常的那时候在柏林录音的时候啊，就是大家都是合作非常愉快。然后这也是我跟环球还有 DG 的第一张专辑，所以这个入围的这个肯定非常谢谢各位评审，然后谢谢大家。